是否又想起这几次的节目中还是有人去找通灵人，如果他去找通灵人的时候菩萨不惩罚他，那护法神会惩罚他吗？给他惩罚吗？哎呀，那100%的护法神惩罚他的话就是很简单了，他就是没有保护了呀，接下来会倒霉呀。所以你去看找过通灵人的人家里就接下来就出事呀，出事嘛就是没有莲花了，没有菩萨保佑了，明白了吗？今天有一个同修也说他不是找通灵人，他是找说是有个同修能意念跟观世音菩萨沟通。我说这种也不能找啊，台长，他找台长看过吗？他是真正的菩萨吗？这不能找，你去找就不相信菩萨，就像这种也不能去找，是吧师傅？那当然了，问题你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呀，对不对呀？是的，因为很多人，很多人有一次有一个人也是的啊，他说哎呀啊，他在共修组里面，哎呦灵得不得了，哎呀怎么一会儿嘛菩萨上升了，一会儿嘛观世音菩萨上升了，一会儿嘛是卢台长上升了，结果呢他呢他居然胆子还大。有一次呢我记得在新加坡，不知道在那个在马来西亚的开法会，他来见我了，见我之后呢他见我之后，我因为我就可以看到嘛，结果呢他就等于现原形了。开始的时候呢他呢跟我刚刚到了房间里没多少时间啊，没讲几句话，他当了几个同修面，突然之间臭马上，哎呀菩萨来了，观世音菩萨来了，他就这么来了。来了之后嘛，他们几个同修呢因为被他来惯了啦，扑隆咚就跪下来了，冲他跪下来了，因为师父看得到的，我看到是个灵性啊，在这么讲呀，他就是冒充观世音菩萨呀，哎呦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他就这么讲，菩萨观世音菩萨说了，卢台长是个好人呐、他是救我们的，怎么讲？后来我就好了，起来，我就好了，起来了，不要搞了，结果他就马上好像是醒过来一样，实际上就是那个灵性从他身上走掉。因为你说他，哎，你说这种人你怎么能相信他？但是你说他是假的吧，他真的是灵性在身上啊，而且你说他假的话，他真的能够看到你身上很多很多东西啊，因为鬼有五通的呀，他心通啊。关于这个护法有神通的这些同修这种情况，前段时间这边有一个同修，他给师傅打过电话，是图腾电话。师傅呢给有一个有神通的一个同修开示了，就是是这样，那个师傅也开示过，就是说对这有同神通的，我们就尽量的不要跟他过多的接触，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有神通的人呢，他们接触到心灵法门之后啊，他们现在都很想学这个心灵法门。这种情况下师父我们怎么做更如理如法一些啊？很简单，有神通的人如果想学心灵法门，实际上这是很正常的，你不要说在人间有神通的人了，就是在地府有很多的灵界和过世的亡人还有一些地府的一些官，他们都要学心灵法门，因为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好的法门，明白吗？对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跟神通的人接触，首先举个简单例子不大好听，你去跟那些灵灵界界的那些人，你今天一生没有不是菩萨的话，你不是地藏王菩萨的话，你怎么敢到地狱去恶鬼道去？所以我叫你们少跟他们接触，也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能量不够，因为他身上有灵性，而你们身上又没有能量，所以这样的话你跟他一接触的话，你很容易有些事情发生。所以台长也是非常谨慎的跟这些人接触，他如果愿意学佛就按照正常人来算，不要，如果他只要还在用他的神通在搞来搞去的话，你们就少跟他接触，听得懂了吗？如果他今天想正正规规想学佛，
想要去救人，那么就拿出正正规规的样子出来，不要装神弄鬼。嗯，啊，这样的话啊，你这样的话谁都受不了的。一个公修组大家都在里边好好的，突然在他跑进来说，哎呀这个地方，哎呀这个灵性来了啊，你们的家族，你说你怎么共修啊，你告诉我呀。对，对不对呀？对，他跑进来，是是吧，他跑进来，他跑进来说你身上有，说他身上有，人家别人都吓得跑了。对对对啊，对不对呀？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告诉你，你们记住了啊，这个事情一定要慎重，因为基本上有神通的都是修到一定的时候，他身上啊有这种灵性啊，灵性上来给他看见啊，这种台上见的太多了。你说要找出几个有菩萨大神通的，那几乎是少之又少，你基本上碰不到。我就跟你讲，很简单，碰不到的啊，一般的那些啊，他能看见啦，什么东西啦，讲出来啦，哦，怎么样啦？啊，基本上都是有东西在他身上，他看得见。那个大神通和这种灵性在身上五通，它是有分别的。大神通是他本身在灵界在修成之后，他带有的那种菩萨的神通，它是一种自然的，从内涵里出来，从内心就本性里出来的神大神通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是的，啊，举个例子给你听，就这个道理啊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过这种小孩子小神童吗？啊，过去在最近我看见那个央视里边有一个小孩子，这么小，把四书五经啊，把那些中国文化啊、地理历史啊背得这么熟，连主持人都被他吓怕了。你看见过这个新闻没有？没有。那个没看见，不过以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。这个从小就这样的话，这种人是什么地方来的？他们从小，他上辈子，他的前世啊，这种就带过来的。是。还有一种人呢，是的，是在人间慢慢的啊学，啊拼命的、这个学啊那个学啊，学到后来慢慢的啊自己啊拥有了这些东西啊，或者通过别人的关系让他达到了某一种目的，他能够成功的做一些事情，那这个都是后天的，那就是说人家在他身上所造成的这个情况。